欢迎收看东桥开箱去，我是包博，我是文。我们今天来介绍一款可以自己动手做的抹茶 ，Ito and Matcha Love。总共有两款商品，一个是无糖的，然后一个是有糖的。制作方式很简单啦，就是你稍微转一下这个盖子，然后里面就有抹茶粉，抹茶粉就会掉到这个水里面去，摇一摇之后就可以喝了。你看没有那个开封之前啊，这边其实是水哦。那我们来看看吧。嘿，打开，哦，哎，掉下去吧。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就稍微摇晃一下。看这个脸就知道，这个产品主要是一个噱头，有趣的制作过程，真的看起来有点像那个青草茶，期待是有加牛奶的抹茶拿铁，但其实就是普通的抹茶，再加上一点糖这样。好，那我来尝试一下这个无糖的抹茶定花色，哇！好，接下来一样给它摇晃一下。哎呦，手摇店的老板哦！哎，这个啊，小歇小歇啊！哎哎啊，珍珠奶茶一个啊！哒啦哒啦！好，说实话，无糖的比就是有糖的好喝多了，有糖的甜实在有点，说实话有点人工啦。以上就是这次的东桥开箱去，建议大家买无糖的比较好喝哦。我是包博，我是文，大家下次再见，拜拜。